Chien da ta tao tien chien yin xi tao htp colon slash slash www dot a library dot 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six slash c63006 dot htm Introduction to DL Tian Hien Ta Tao Tien T Introduction to DL Chong yin 对照先天,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四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 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 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里，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时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律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 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典。 穿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明明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君是一。 名而同意，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 了解什么是先天,天大道，不止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意，在先天,天之先，不为先。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故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三十三天外。 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情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打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个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曰性体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 能懂，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 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的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不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丁的夫走卒；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身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的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止追求到了宇宙之智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星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有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百无一能。先天,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情动作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到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 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即至仅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的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束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 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朽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各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次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 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山将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故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金万点不如一点。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直超。 即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点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死，即的永生。 不毁不灭之先天,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的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义理，苦则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固有的道。 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休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多比男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德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竞相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但叫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师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三宝，必能灾必解，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 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吸毒畅往，是以智慧者有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古代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 苦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普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愿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百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乡，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 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得仁德、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位无疑。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天大道的尊贵至宝也，先天,天大道天命宝贵，三曹名师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生应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是指变聪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此自己的先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有的，由先天,天带来的。 一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卫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鬼，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一集是先天,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是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实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设若大地离开先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现象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一尺。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治理。绝言妙不容言，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矣。 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天大道修先天,天大道之好处。故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倾泻的大道复传于此，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得到以后。 愿意明记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意良心作为一归，二得到以后，愿意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到的意义，并让更多的。 人蒙受天道的福祉，三得到以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有我们且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的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亦的应地，对父母祖先敬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千天,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通受忧、鳏寡孤独、生老病死苦，而反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有得遇六万年良陈家齐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元，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此即祖上有德。我木人。 遇到应保持赌博得道，此佛缘已止，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将士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止。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故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契机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穿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 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一、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道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未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以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间修。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地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物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解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即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乌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 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验到，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许多闲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行。 皆能参悟到，不止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一认知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奠定初步的信心。一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身、但天命之名师点开玄关正门，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棉，面色如生，灵性由正门归天东，不品诗，下不腐臭，甚有多至数日不变，一腔满滞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个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赌于反对。 到败德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肉身既显四瑞香，足可证其灵性已登善境，当无疑问。二人虽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诚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无法在此依一一列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到，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根，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 Introduction to the。